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第一阶段奔流真行其一轮廓的本貌，元神启慧的中序 8.30 第二阶段一更活动全阶段全玩法攻略回声之子玄木人流旋之众元神 5.0。 那这个视频是第一阶段的奔流真行玩法的第一关，这关也是传送到回声之子左边的七天神像，从那里过去。我们在开启挑战之前，先用挑战旁边的这玩意儿变成龙，使用卡奇娜挑战的话可以不用变。我们现在来吃金币，这里的完了以后，我们要跟前面的那个洞交互一下，你直接往上爬的话，会有一部分金币不出来。这里要先变回来，然后对着我们左边的那个绿色东西，使用 T 技能变成逆夜龙才能继续。前面的要使用逆夜龙的 E 技能来拉过去，这里也是使用 E 技能，这里要变回疾风龙或使用卡奇娜才能继续。要爬墙的话，需要先用疾风龙使用一下 E 技能。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。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